起了后脑勺。好，注意啊，我们的小肚子不要挺出来了。眼睛看正前方，3、2、1。我想把我热爱的东西就是带回到我的家乡。就是我在做模特的时候，有些人会觉得对模特有误解啊，有偏差，有理解上的偏差，大家就觉得为什么要学这个呀、啊、就学这个好像是浪费时间，还不如去学一些舞蹈啊，去学英语班啊这些。但是我就想要证明给大家看，就是说其实它并不是这样的。从塔叶梅朵走出去的每一个孩子，除了是漂亮的是有气质的以外，我是希望他们的综合能力都非常的高。就像我刚刚说到的一些独立思考能力啊、他们的独立审美能力，包括他们与陌生环境接触的能力，这些能力对于他们以后的成长道路来讲一定是会有很大的帮助的。